少庄主受伤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。放心吧，我姐夫是盖世英雄，那些小喽啰打不过我姐夫的。少夫人说，明日有雷雨天气，我定要回去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拿下陨石啊？啊，不行，那是我姐的宝贝，她要知道被我拿了，会杀了我的。 手机都要跟我作对啊！安宁章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。陨石呢？ 李初阳，你是不是拿我？